这样你怎么看？你才说高虹安案是全国打一人，可是苏贞昌院长说证据会说话，说你不用扭曲，你怎么看？我跟你讲，那当全国老百姓都没有眼睛吗？啊，你打开电视看就知道了吧？这来，拜托，这个全党动用全国机器去，那全党动用国家的机器在打一人，这太明显了吧？这样你怎么看？柯建铭说别本末倒置，大可以质询啊，不证明清白，还在那边说抹黑，说高虹安最大危机就是他是危机制造者。通常是这样的、啊，他说高虹安是危机制造者，你拿出棍棒把人家打一打，你知道，把人家打到重伤，然后说，哎、欸、呀、啊，他怎么身体这么差？啊、这是很奇怪的。啊，这个，我每次说，我们这个社会，你知道，没有什么没有人去谴责那个施暴者，啊，每一个都在问说，哎、欸，受害者你都不够坚强，那真奇怪了。高虹安这个事情呢、啊，柯建铭他是说他大柯的公信力比你这个小柯还要好，那是第四位参选人这样做的不称职。那这个大家说大科跟小科的公信力，哎、欸，做个民调，做个全国民调来研究看看。所以你觉得你自己比较好的？一定比较好的啦。